日本、泰国、澳洲、北京、台湾、韩国，我都掉过手机，不停弄丢，不是不在意，是太粗心。手机、钱包、钥匙要进第三样，出门重要的东西不断，注意还是有小偷会去干你东西。最讨厌被赶，在篮球场被赶，逛夜市也被赶，后知后觉太晚。摸摸口袋，手机应该还在，怎么不见窜塞？检查包包完蛋，我又被赶的。超贱，想换手机干脆重买，害怕太贵，薪水花完没有认识该怎么办，只能两把超零蛋。来接生通信服务好又够烈，价钱给你追一点，门市多好安心，手买手接，接生就在这里，挑战市场最低，不见不用担心，不怕被干 ，Yeah， 和你。Let's go。 你也是个大明星啦，吼吼吼吼，不会吧，你们反骨男孩不会做那种事吧，吼吼吼吼。